你每次把我的头埋进枕头里，是不是害怕看到旁边的人是我，而不是我的妹妹于一？都两年了，你还想娶她？谢有婷，你不许走！我从来没有强迫你娶我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凭什么？你心里应该最清楚。若不是你耍的心机，我本来娶的人是于一。我才没有耍什么心机，不管你信不信。敢说你没有？当年若不是你故意设计，记者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冲进来？你能解释一下吗？请问外界传闻的于家二姐妹共侍一夫是真的吗？如果不是老爷子以死相逼，我怎么会娶你这样子不择手段的女人？知道你看不起我，厌恶我，但是你盛永平既然已经娶了我，你就应该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，而不是霸占着我的身体想着别的女人。怎么，这就受不了了？你不是知道我不爱你吗？我才不稀罕你爱我呢，我对你的爱也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婚姻里面消耗殆尽了。好，你不是叫我看着你的脸吗？只要你承受得住。